Hello， 先生小姐，欢迎你翻嚟 Lose Club 大路。依家继续又喺度睇住自己玩，一路睇住自己玩，搞啲乜嘢？手指揈嚟揈去，一路揾周围揾地方打。啊，下边嘅地方仲 claim 有 claim， 有 claim 咪打得 ，claim 唔打得咁样。唉，咁样搞其实真系啊，真系嘥时间，觉得唉。一路意思再睇多次，冇办法啦，因为我对呢只 game 有爱，因为对大家都有爱，所以我唔介意嘥多啲时间。哦。I love you guys. Anyway， 好啦，唔好讲呢啲咁嘢，讲只鸡皮都起埋。啊，睇下先啦。依家应该系搵紧，除咗上面嗰个 Sugar Tiger 打紧，有呢度又差唔多，仲差一啲，冇得差格就全部蚀晒啦。咁行埋上去，咁佢哋都曾经人落嚟，想银蚀咗佢哋咯，都徒劳无功啦。咁基本上完咗啦，呢度已经。咁啊，完咗一个之后，又揾第二个地方打。我见上，系、哎、下边仲有两格。唉，咁要等埋下边嗰两格完咗先。咁啊，到依家都仍然未发现到啊。其实我哋打呢场仗之后，系其实净系攞一块地咁大把啫。除非又唔攞唔啦。咁不过系冇啊，冇搞啦，攞咗佢算啦。反正其实得唔到系啊。其实应该啊，依家谂起应该系嗰阵时净系攞其他地。咁啊，唔好攞五。咁因為唔攞一格都100%，咁100%十五年嘅先可以再打。呢度啲屋夠 nationalist 打，呢度啲 nationalist 話咁快又 switch 咗你哋就係啊。咁其實係咯，應該攞其他啲國家啲地先，咁攞佢哋地，可能加埋先得20-30% 嘅war score。咁下次可能七年之後八年之後可以再打。咁調翻轉，如果攞五嗰塊最後一塊地100%，咁就好貴啦。唉，所以就唉，都系依家谂翻，原来 double failure 嘅。唉，下边嗰度慢慢杀紧上嚟。佢哋应该喺嗰啲中间嘅空地嗰度行过嚟，或者可能佢哋攞 military access。啊，系佢哋同呢个新西班牙冷战，所以佢哋可以行过嚟。我请多个人啦，你睇下炒唔炒一个人先。好似都炒唔到嘅，炸过之前自己嗰、那个。仲有冇咩可以起呢？喺度起一啲可以减 refog grease 嗰啲咁嘅嘢，咁啊起埋佢。反正其实咧啲嘢起喺首都先有用嘅，佢加啲 spy defense， 但系其实依家 spy defense 嘅能力都仍然系冇用嘅，好似去到 1.10 都仲系废嘅。咁啊讲到1.10咧，又啱啱整个 hot fix， 因为有人发现咗佢哋。即係每次都係出咗新 patch 嘅時候都會有嘢，都會有啲唔啱嘅嘢，例如一個aggressive expansion 我記得好似有錯嘅，入邊又有整唔啱嘅嘢。跟住另外因為新嘅liberty desire 咧，佢係會包埋啲vessel 啊啲咁嘅嘢，都會有 liberty desire 嘅，所以基本上都係唔啱。咁啊，日本嗰啲一玩嘅時候要不停爆換邊，因為大明一開頭係加50嘅。Liberty Design， 即係一開頭我都試過玩，啱啱出嘅時候試過撳日本咁睇下，總之每次有新 patch 日本都出事嘅。咁啊一撳落去咧就係、是基本上都90幾啦啲 Liberty Design， 即係基本上都準備爆出嚟啲半邊。咁啊都幾麻煩下咯。咁啊所以跟住好似話如果去神攞到咧 refug privilege 嗰個 reform 咧，就係令到所有嘅 HRE prince 都變成你嘅 vessel， 咁啊都係嗰度會出曬事嘅。咁啊 fix 咗啦嗰啲嘢，另外有 attrition 嗰度會出事 ，attrition 嗰度就話電腦 AI 淨係剩50%嘅啫，咁啊所以都改埋。咁啊奧圖曼俾金打到反曬艇，佢啲兵唔知去曬邊度。可能是他们不知道去了哪个岛仔，叫别人 trap 在那个岛上。那他理论上应该够兵的，但是真的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Defender against Commonwealth in Commonwealth Conquest of Crimea， 还有一个好像是 Crimea 这个岛仔。那他是join 人的场仗的，但是都是被人 siege 到这样。咁好似佢哋係俾人打咗啲船之後就冇起翻啲船出嚟，所以就係、唔知佢點算，都係唔值得去阿賴佢哋啊。所以下次如果打到附近的話，咁其實去 call 去 declare war 會好啲。哇！仆街仆街仆街，你追緊埋嚟，
咁佢追住我哋啲六队兵、八队兵嚟打，咁啊瞬间收皮，基本上会。咁呢度两队都过埋嚟先，截住佢先，唔好再俾佢喺度搞事。应该过一次嚟，佢都唔喐啦，而家因为可能知道佢哋大限将至啊，啲兵都嚟到。每次每个过一个月都系 auto save 到为慢。仲有个新人，有个人翻到嚟可以 fork it claim 继续揿。边度好咧？咁啊，其实两格都 OK 嘅，不过是但啦，是但 fork 一格都 OK 啊。嗰啲格叫 Kada 好似 fork 唔到 Kada 系，咁我净可以呢个 Patini 啊，唔系 Patini。殖民地嗰边咧都仲系好低嘅数值，咁三个都系有 colony 喺度啦，咁我等佢哋搞掂晒先，去到个地方就晒位先啦。依家都有一二三，自己有三个，跟住占领咗两个，不过两个就一阵间完咗场仗就冇啦。继续 vortex， 继续搞 maintenance。好，呢边起咗啦，跟住从下边过紧去，咁啊过埋过去顶住嗰边帮帮手。虽然系阿拉斯加嗰边好少会叛变嘅啲爱斯基摩人，就都几温顺几善良吓。边度走甩喎？上面嗰个又谂住应该撞切点，点知走甩咗。咁依家三队撞埋去，唔好走啦，冇得输添，直情系。佢 tactic 系高少少，但系视野高过佢。好啦，完咗，收晒皮，咁可以走啦。依家负9% war score 仲系，咁我依家占翻佢啲地。佢都占唔到我哋啲地，所以 taking war score 系我哋嗰边嘅 flavor 系 flavor 我哋嗰边，慢慢加翻上去有30 point， 咁去到10 point 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攞翻佢啲地啦。如果唔系的话，又即系有排打。要佔佢哋啲本土啲地咧，西班牙自己唔係葡萄牙自己啲地真係好難，好難搞，好遠啊！有好多島仔，會食飯。咦，輸咗 ？No， 喺山地唔夠打。咁冇計喐埋一隊後備，一隊27隊，行隊過應該會 group 埋咗，咁另外一隊都可以落埋去幫手。其實全部一次過去曬啦，都唔使分開行。反正我都惊，头先多佢两队都唔够打，可能佢 general 都几劲吓，咁啊将军劲咁嘅玩法，咁啊或者多啲兵咧咁就。先咧过去掹走啦，基本上我哋可以打完一场仗就可以食咗佢啦。不过等埋先，又谂一个非洲，等埋攞咗個 influence 第三個 idea， 咁可以減呢個 depot and next cost。咁我唔知呢個係係咪 retroactive 嘅，因為如果 retroactive 嘅話咧，可以你annex 住先，跟住食下食下，跟住先至再去annex 翻嗰個 idea， 跟住會直接去扣翻啲depot point 嘅 cost， 即係總需要數量啊。但係其實佢開始再會。一路都系咁多，咁唔理你之后攞翻几多都好，咁所以都系等埋先，费事嘥啲 point 佢。反正都唔撑再嗰几年。其实依家发展都真系都算得上系慢啊，因为我哋入欧洲嗰边都入得几慢吓，新大陆嗰边就正常嘅，其实就不过欧洲嗰边暂时都仲未入到去。不過希望在18世紀開始的時候可以入多啲嘢，可以打多啲地方 ，fit 多啲地。其實如果係的話，攞diplomacy 會好啲，因為可以 break truce 都平好多。唉，不過由佢啦，唉。咁我今次啲地應該會好過上次我哋玩波蘭嘅時候，依家應該都多過玩波蘭嘅時候啦。咁因為中國呢地方真係好大，好多地，就咁本身咧我哋 base tax 好高。雖然上次打埋法國南部，打埋好多地方，
咁攞好多地嘅，都高比 sex 嘅。不過睇下點去，應該完咗一場仗，完咗一次之後呢，我哋嘅戰果係會好過之前玩葡萄玩波蘭嗰次，因為仲有成百幾年啦。下面差一格啫，咁我想要係隔一個格嘅，但係仲未發現都係攞唔到嘅，其實都係。唉，不過唉，算啦。呢啲過去嘅犯錯就係、有陣時睇翻自己錄嗰啲片就，哎呀，自己做咗咁嘅柒嘢，啊點解嗰陣時唔會醒嘅咧？咁啊，唉，跟住就係喺度揼心口，一路睇喺度揼，一路喺度揼心口。嘿嘿嘿，一边行到过去，嗰下边嗰个仲冇 meter access，咁冇办法啦。佢下边都行翻上嚟，咁射死佢先。再翻转头，打死佢嗰队嘢，再翻转头。呢边，哇，佢都 shift 好鬼死快，因为全部都一 level 一 level four 嚟，哇，咁快搞掂。死咗啲热气添，好似有啲热气咁，条脷有啲肿肿地。我哋新大陆其实几多兵下有27队 fortification，继续都系。支持啊！加25% for defense 非常之好，因为一慢慢撞死佢啲人嘅，佢哋啲队嗰啲 colonial nation 嘅兵。OK 呢边咧，等先啊，佢哋可以做啲咩？可以 give subsidy 俾翻啲钱佢，俾啲钱佢，等佢可以oh no，俾百几蚊我哋破产嗰时，俾钱佢等佢自己开 colony，咁啊3个几自己开 colony 啊，等佢上轨道先。首先，系咯，佢暂时都未开 colony 嘅，所以俾咗钱之后，佢一阵间有多余嘅钱就会开 colony 啦。哦，assimilation 非常又有 rebel 咁鬼快。哦，留翻啲 siege，跟住呢度企喺度过翻嚟上去打沉佢两队。unrest level 零啊，咁佢爆完之后就可以扣翻啲 autonomy，加翻啲钱收入。其实依家我哋日本嗰边都仲系70%，基本上好似完全冇贡献过任何嘅啲税收啊，啲科斯物啲咁样，好似完全冇贡献过咁样。咁迟啲转咗政府之后会好啲，转咗做一个 absolute monarchy 的话，咁去到呢个新系1.10的话咧，呢个 emperor 系 empire 咧系一个新嘅政府体系嚟嘅，咁啊自己本身都会有嘢加嘅，咁啊唔需要话再 emperor 其实系一个 despotic monarchy 咁样呢第样嘢。emperor 本身佢会减0.1%。percent 嘅一個 local autonomy 每個月減，咁另外仲有啲加，好似加 manpower，所以都幾好下嘅 emperor 嘅一個政府體系都幾勁下。咁啊唔話投降啦，咁啊唔好理佢，我哋繼續打翻啲 unseat 翻地先，其實 unseat 翻就0%甚至以上添噶啦。喺度睇緊呢，點解有啲地方好似啲國家係唔啱咁樣？一個係 New Manchuria，一個係 Manchuria，好似奇怪，有啲唔多似樣咁樣，怪怪地。不過是但啦，反正啲殖民地嘅地方佢哋自己搞掂啦，唔好問我啦啲。呢、这、一個兩個地方又 fix 攞曬啲 claim 啦，咁佢依家都好似打緊仗，冇打仗喎原來。咁啊，基本上攞曬喺度，咁呢兩個可以 release 咗佢做 perm Holy Bear Country of Holy Bear，跟住我哋再剩低一格就自己食，咁自己食就可以攞啲 claim 再打出去。咁一路對 Muscovy 嘅戰略都係咁啦，基本上。咁兩下邊呢啲 all right 嗰啲都要打啦，留佢喺度都眼冤。咁我哋上次系打到去波兰系打到 Anatolia 嗰边，咁啊，另外仲有埃及希腊嗰边啦，希腊嗰边都落埋，好想呢度打得几 OK 嘅，
但都系等多阵先，睇下佢哋收俾多先。咪收入应该睇 force limit 啦。系啦，睇佢哋 force 啲 military power 有几多。Austria 二万几，好少人。跟住可能因为 Austria 同一个同奥斯曼打紧，所以打咗咁少兵。咁啊 Muscovy 所以基本上都打得噶，咁啊照打先啦。两个可以 call 到，不过佢啊仲撑几年先 call 到入嚟。啊唔系，佢因为佢依家会俾人 call 完同 multiple war， 所以唔会 join 嘅。咁冇理啊，照打，自己打嘅，最多都系。不过而家就系临紧咧，都系搞掂呢场仗先啦。呢场仗差唔多，搞掂咗先 call 翻一个Novgorod 入嚟。咁另外不过其实葡萄牙嗰边都系搞。所以其实依家打先都冇问题，不过要喐翻啲兵上去先，因为上面冇兵，得个廿几队系唔够打，即使佢艇可以落口咁多都好。头先话Muscovy 五万人系啊，两万啲人系唔够打嘅。哦，沉船 ，no， 我哋上边呢度哦，呢度沉咗船。咁佢估唔到上面有几只嘅 trade ship 喺上面巡嚟巡去，搞到我哋沉船。不过系几只 trade fleet 啫，又唔系好紧要嘅。反正吉林嗰边都系我哋霸晒嘅，一路继续落啊。咁啊 ，Sichuan 啲地继续行啦。依家系负5%，都仲系差啲，-4%。好入 fur 都好啊 ，fur 不过其实想要啲多啲，其实亚洲嗰啲地嗰啲 trade good 都好好。依家仲系研究紧转唔转好咧，暂时都唔转嘅，暂时都仲系会 focus 上main 嗰度，一来要占地啦，二来就系我哋要攞多啲升多啲 tag level， 咁啊升到22咁可以攞多个。攞多个 idea 22咁可以攞 military idea， 咁有 influence 就有排嘅。虽然我其实都想尽快加 influence 嗰度升晒佢，不过慢慢啦。Constitution 22 level， 咁22 level 都开埋个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不过冇用对我哋讲，我哋都系 absolute monarchy。身为一个 empire 梗系要一个绝对的权力噶啦，冇理由同人分噶嘛。22 level 好多嘢，都系减埋一个 admin 一个efficiency， 加埋佢，咁我哋core 地平咗，over extension 嗰边都系会低咗。好啦，打埋一啲叛军之后上去啦，咁呢度拆开佢，上埋去啦，企喺度，企定定，一阵打 overt 嘅时候啊，打埋，攞埋啲地。嘣嘣，有下边 Passai Conquest 有 CB， 虽然我哋系用一个colonialism 打佢，要攞的话，咁呢边咧印度咧，印度应该系冇嘢啦，仲 Fraki 紧，咁啊继续搵地方 Fraki， 咁啊都系 Passai 噶，呢个 Brunei 咧都 claim 晒啦，咁 Passai 做咩唔系啦，冇得 claim 啦 ，Sunda 都 claim 唔到。系啦，仲未有地方嘅 claim 到，仲未有 border 嘅，相连住嘅同一格嘅海岸。咁啊 ，all right 啦 ，all right 都要打啦，咁啊 ，claim 定啲地先啦。啊 ，influence 另一个好嘅地方就系佢有个第二个 idea 系减 free claim 嘅时间，减33%，基本上一年可以 claim 好多 claim 咁就减33%，即系大概减咗成120嘅，即系其实。240日就搞掂，8个月，快好多。Oh no！ 我哋忘记咗呢个地方有自己有啲军队喺度添。Okay。我哋谂住其实都系。switch 翻非常好，系啦，系咪 switch 翻？我冇理佢啊，上面个 switch 咗，咁啊继续 switch 埋下边嗰啲先。咁嗰边我谂住喺马达加斯加度起多啲兵，起多啲船咁打翻过去。
不过当起到嘅时候，长长基本上已经完咗，所以都唔使理佢。不过照起先啦。基本上我哋第一只嘅 heavy ship 就喺呢边起嘅。啊，真系几低能吓！第一只，哇，真系哇，好多人，好多人，好多船，百几只船，黐线。咁呢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海军真系唔掂，对住佢哋嚟讲，真系撑好远，需要起多啲 heavy ship 帮手打沉佢哋。不过系咯，暂时都未有需要住，因为都未真系咁大影响佢啲船。嗱，呢度我又拆翻啲船出嚟，去升下咧先，升翻几只，十只啊，十只佢升下咧，其他啲劈草下。路度慢，其实 patrol 北京都冇咩必要，不过去住先啦，冇所谓啦。因为北京依家都，都系基本上全部都系我的地方嘅。咁其实可以霸晒杭州，将杭州啲 trade 谷上去北京已经 OK。呢个都去北京嘅一阵，整完之后，咁暂时都系未改变我个 protect trade 嘅策略。另外就系因为仲未俾人打沉晒船。遲啲會被人打沉曬，喺度劇透下先。因為喺葡萄牙啲船會入嚟嘅啫，黐線嘅百幾隻船。好啦，打得未 ？Freaking claim 咗個，係啊 ，claim 埋先。咁啊 ，alright 嗰邊佢都俾人打到好慘下，而家都，俾我打幾次之後都削弱曬啲兵力，削弱曬啲戰力，咁就好快就收皮。OK， 点啊呢度 ？New Manchuria 又谂一个 ，yes， 咁继续啦。下边度其实搭埋咗，应该可以用埋佢，系冇错。跟住仲有啲睇下先啊。哦，仲有呢队，因为有人喺度 siege 紧任对步兵喺度，其实喐埋佢，咁啊喐上去。呢个唔使行啦，咁呢个喐过去，佢本身要 siege 个格。咁呢度都可以唔使行啦，上快 group 埋佢，跟住去一阵行过去打其他地方。哼哼哼哼哼，蚊晒都几大啊！真系，英国真系完全唔知想点，真系好唔掂，好废。就系一路佢哋，如果一路都唔改英国啲 AI 啲玩法咧，基本上即系欧洲系冇人可以控制到葡萄牙，法国同埋一个西班牙。西班牙都会有啲可能受到影响，因为西班牙都会。被法國打鑊金，但係唉，法國真係冇人 check 住佢，真係唔掂。都呢度爆翻隊出嚟，爆翻廿二隊 naturally 出嚟，話咁快。咁啊，呢度來幫幫手啦。不過可能應該趕前，希望頂得住，頂得住就好。頂唔住都冇計。睇屋企頂唔住啊。系啦，就话四日，撤退，费事全灭啦！依家咁，我哋两队新嘢落去撞死佢先咯，话咁快搞掂，话咁快到，咁啊好快就搞掂佢啦。50对对20对，51对19，好快搞掂啫，啲就一啲咁嘅无知腐乳弹出嚟，仲啱啱好我队嘢企喺度嘅时候，哦，又爆咗呢个 military power， 有冇咩可以起咧？起呢個weapon manufacture 可以減八咁大把，咁但係其實睇緊其他嘢，因為我哋可能如果起絲綢嗰啲 trade company 或者 textile factory 嗰啲咁樣就會textile manufacture 嗰啲，咁會加絲綢嘅生產，咁啊絲綢生產其實都好好，加好多錢。咁我記得有地方$8嘅好似係，啊呢度$8，咁起翻啲絲綢都幾好。跟住另外啲起翻啲药材啦，咁啊要用翻我哋啲 military point。咁其他地就，哦，第四个殖民地出埋嚟啦，我哋占咗人哋3个殖民地，哇咁鬼多殖民地佢喺度，哇！佢上面有2个，下边1个咁样，都唔知佢啊，仲要好鬼多殖民地。咁依家过埋去打埋佢剩低啲先，剩低咧几格。呢个系 New Portugal 嘅，咁啊另一个 Colonial Nation， 咁打埋佢。系咯，佢基本上系应该系葡萄牙有2个啦，
跟住佢自己 colonial nation 一個咁樣，所以三個殖民地，所以都可以好快。如果唔阻止佢嘅話咧，就係好快會霸曬地。好，法國好勁，打緊咩人啊？佢而家咁，佢同我係唔開心嘅 ，check 唔到佢打咩人添，都冇 check 到佢字。本身之前未入到去，之前幾十年前都仲係 friendly 嘅，但係依家就 neutral 啦。可能因為佢感覺到受到威脅。我依家係 great power 排第六嘅分數。Commonwealth 就係十幾萬兵 Commonwealth 噶嘛，佢係咪打仗都仲未打？仲聽之後再咪蠢，都仲開戰嘅咧，可能真係唔夠打不過。咁啊喺 Russian 嗰度 ，Russia 嗰度啲冬天就好恐怖，係咁死兵。咁下边咧，唉，南波埋手啦，落去 20%， 即系快啲啊！即系啊，等紧你食饭噶。咁啊，其实都系啊，依家都仲系未哦，四个将军，开到新将军啦，死个44嗰个，一开个咧，3541 OK 嘅，之前个3443，咁啊 siege 系好劲。咁咧，嗰阵换翻个将军落去，咁啊有将军加 siege 都好。好过冇，咁 42% 应该下次搞掂啦。希望啊，希望下次搞掂啦。上面咧就好开始，New Spain 俾人 siege 紧，阴公。要睇到睇下，啲兵走晒位未？另外仲有咩地方可以 Frankie claim？ 我同佢系有排先再打得，不过照 Frankie 住先。开埋开多几个，是能间几个 Naga。咁下边都掂到呢一个，又搞 manpower， 搞 manpower convert 地非常之好。其实有呢个 event 真系唔错，因为实在太大个地方，唔够人去 convert。So, 我哋啲 registration 其实基本上冇可能去到 100%。呢度起定啲药材，费事佢哋抢我哋啲狮子老虎。啊，马达加斯加有冇狮子老虎咧？唔知佢哋有动物园，因为有动物园咪有狮子老虎咯。系咯，有狮子，有海马，系咪长颈鹿咁样嗰啲？啊，唔系河，唔系海马，河马。不过应该唔系河马，我记得好似冇河马。狮子、长颈鹿，真唔记得。其实记得两只，其他都唔记得。而且其实我系冇睇到呢段呢套电影。啊，佢出咗两集都冇睇到，就系记得有企鹅咯。咁啊，因為企我上啊嘛，而家電影。New settlement 加俾 sex 非常有。好，咁差唔多，好啦，下集見啦，等收睇，拜拜。